我就一把扇子。你这个比较适合我。是啊，咱要不换一下？要不然一会儿换一下，一会儿交换武器吧，一会儿交换信物吧。我要 cos 那个谁才爽，叫什么？裘千尺。对，我扮过超爽，而且我当时整天必须要在戏里面，然后我坐在那个轮椅上嘛。那天答题是选择 A 的，往前一步走，我从轮椅上直接摔出来，爬在地上。英雄大会怎么能少得了我裘千尺啊？宝哥今天那一身，宝哥自己说像个群演。他演的是令狐冲的武替，就有的时候不小心穿帮看到武替的正面了。好烦啊你！在下令狐冲。你看过《射雕》吗？看过，但是小时候看的，看的是黄晓明、刘亦菲那种。小龙女和杨康是一辈儿的。杨康是杨过的爸爸，小龙女是杨过的师傅。下，走。哇，这是什么美食呀？看起来好好吃的感觉。哇，这么多好吃的！怎么做，宝哥？我跟你做。这是什么？叫花鸡。叫花鸡。红七公的最爱啊！这一趴是考验默契的，坐坐，大家可以自由选择谁跟你们比较默契。我今天我就跟月月一起试一下。考验默契。我们俩录了这么多期，从来没一起考验过默契，没一起搭档过，就是一起吃了个饭，对对对，然后组了个队名叫八月组，对对对，八月集团。从现在起，我们就是暂时的搭档，暂时的搭档，八月集团。八月可以，来宝宝，考验默契，我俩去。哎，迪哥，那我坐这儿。哇。我感觉我一会儿负责吃就可以了。我觉得这游戏我没玩已经赢了，你看我一左一右。你左，你考虑一下。啊、换吗？不换不换、啊，我已经赢了。哎，迪哥，杨过，不要走，杨过过来，迪哥来，迪哥，你在我身上有饭吃。来吧。我不要杨过，我只要一个。说出我的名字，段延庆。那没办法了，他说出我的名字了。我不跟我姑姑在一起吗？那你们往那边平移一下。但是他们俩又要在一起，我走，我多余。那这样，一彤你去那边，然后让大嫂往这边移。对，你上那边。大嫂来，大嫂往这边移。哎，这是我爹，这是我姑姑，可以啊，也行，一家三口，儿和儿媳。各位大侠，今天既然来到了武林大会，自然要品尝金庸笔下的江湖美食。哎，这叫一地道。这道菜源于《射雕英雄传》中黄蓉美食诱惑洪七公，收郭靖为徒，黄蓉做了一道菜，就叫二十四桥明月夜。哎，明月夜。明月好甜，高叶，耶耶！二十四桥明月夜，我们的组合叫明月夜组合哦，还是你浪漫，好有诗意啊！剩下的还有《天龙八部》的段誉最爱吃的美食，龙井虾仁，《射雕英雄传》的豆腐干，《书剑恩仇录》的醋溜鱼，《鹿鼎记》的牛肉。还有《射雕英雄传》的叫花鸡。哇，今天真的不错啊，真不错。为了让大家更深刻的体验金庸美食，我们准备了午餐游戏，叫100秒传福运。好的。现场出题，每组迅速答题，回答不一致则继续答题，回答一致则可传递给下一组。福运在哪组爆炸，哪组则需撤掉一道菜。我们可以撤掉里面的香菜吗？把这外边土给我撤了吧。对，这荷叶可以撤了。我觉得我们应该不会撤吧。Of course， 这个饭我必吃上，吃上。来吧，大家都挺饿的。